南投市25岁请日师傅林佑乾，最近是甲德国的柏林来参加国际请日比赛，甲世界超过50个国家的请日高手做伙竞争。在大刀甲欧贝大刀的两项比赛当中，林佑乾嘛分别摕到世界第二名的好成绩，会当讲是为故乡来争取光荣。南投市青年赤旗师傅林佑乾，抱着观摩学习的心情，在无任何补助的情形之下，家己欠旅费，去到德国柏林参加国际赤旗比赛。在这场超过50个国家、大约200位高手的大型比赛当中，分别得到上优秀大刀以及欧贝大刀世界第二名的好成绩。侯爷妈都拢真感动，嘛真荣幸。上次有去大陆比赛，但是没有得奖。然后这次有去柏林，就有得到那个最佳大徒的奖。然后。就比较开心，之前没有得就是很难过，一开始就是不太敢给别人看，就是觉得别人会有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这样。那之后就有得奖，就觉得跟穿短裤也没关系啊，就是给别人看这样。在高雄也有得了冠军，然后这一次跟师父跨海到德国参加欧美的大厂的刺青展，拿到了黑白的亚军，觉得很开心。你的背后的这一幅图，觉得他应该已经身价不凡了。艺术不分国界，虽然林佑乾未晓讲外国话，不过伊保留传统，加入创新，挑战手工精幼罗的作品，却相当受到国际评审的肯定。我比因的就是最大项诶，最大项目，想起哩，我真紧，就是会紧张，到尾变袂紧张，因为我完全听无。当阮得奖的时阵，嘛是听无，是人边啊甲阮讲，阮得奖，阮较起哩的。嘿，啊起哩了，感觉哦真爽，来到这欧美国家，嘿，值回票价。尤其林佑乾顶摆用女性 model 形象的刀去大陆参加亚洲上大型比赛，并无得奖。这摆刷的比赛项目较少，也就是难度较悬的德国柏林比赛当中，得到上优秀大刀第几名，会当讲是相当无简单。因欧美应该较少看到这种整个大幅的作品，嘿，啊，佫拄啊伊佫查某的，啊，拄啊佫切几领的。因为伊是查某，咱无可能甲请武士嘛，所以我就去甲想一下，无请一下天女这种类似的作品安尼。因为我拢做服饰会嘛，甲伊的衣服啊、裤子啊，还有他的那个类似彩带啊，做较精致的。一般彩带人内底就是没有在绣纹，我内底佫加就是佫绣花。虽然已经得到国际比赛前三名成绩，不过林佑乾是谦虚讲，家己也国立学，而且每一个国家拢有厉害的所在，所以只要有机会，伊拢会继续参加比赛佮学习。记者陈信聪报道。